建筑呢，可以通过这个手法，也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去表达它的一些精神。好像大学它依山而建，利用山地的高差，我们创造了很多非常有趣的空间，给我们这种建筑提供了一个很丰富的建筑语言。好的建筑它能够创造一个好的场所，一个好的场所传达了建筑的一个特性。看到这个满墙的这个爬山特别的效果，浓浓的散发着一种学院的一种气氛，非常有质感。那我们作为设计者，作为参与者，是带着一个非常自豪的感觉。